石化召开了股东会，通过配发现金股利5毛钱。展望未来，中石化表示，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，对于下半年的 CPL， 也就是己内西安的营收，保持的是保守的态度。但是最近苯的价格已经开始下跌，将会有助于降低第三季的生产成本。预估下半年的营收有机会比上半年更好。